对，非常谢谢大家反应那么大，也谢谢很多的朋友能接受。嗯，台湾熊兽吧上有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怕大家看腻了，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。医美是现在的科技，你好好的用它，其实那是很正面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但是我真的没拉皮了，我也没埋线。对，就是当然现在拍照都会有一些可能就是滤镜啊，或者是说微调。但基本的框架是不会差太多吧？你像看我本人，会差，不会，会一模一样。哦，你怎么那么甜？真的，我只能说能引起这样的讨论，这也是我的荣幸。因为当人家不讨论你的时候，就要自我检讨。会不会真的想说改天真的组一个女团，真的出道看看？对啊，九一梅姐，九一梅姐一起啊！对啊，就两个一起。在去年我就跟他两个小小组团在民视的过年特别节目，有尝试过就好，应该不会。网友像那个 Lisa 去跳风马秀的那个，有够辣，我倍感荣幸哎，真的超开心，只要大家不嫌弃，能接受，我真的超开心，因为他是这么优秀，他身形各方面又年轻，当然是最大的本钱。我觉得比以前这样，我觉得已有容颜。很开心。